服务员，大爷有什么吩咐啊？给我拿双筷子，一次性的。啊，好的。这是您要的筷子啊？有没有大碟子？啊，有呢，我去给您拿。什么玩意？这是您要的碟子。再给我倒杯热水，可是不老宝宝。好的。您要的热水。你这丫头子像烫死我吗？水不烫呀。我说烫就烫，再给我倒杯凉水来。好的。太凉了吧，你缺经验。这也不凉呀。什么不凉，把人家都凉坏了。您这热了也不行，凉了也不行，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你还有理，把你们老板叫来。喂，哥。我给咱表姐说好了，明天你就去她公司上班，工资是你现在一个月的两倍。那真是太好了，那我明天就去上班。你老板呢？你也配找我老板？你刚才说谁缺心眼呢？啊，你牛什么牛啊？你跟个二半吊子一样的。姑奶奶呀，我不伺候了，我不干了。喂，哥。表姐的公司又不要什么了，你还是继续干服务员吧。啊，这，知道了，挂了。大爷，您还需要什么？我立马去给您拿。我给您把头发整理整齐哈。